欢迎回来，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光临寒舍。哇，为什么这个是这样子？我这个颜色是不是有点怪怪的？怎么这么怪啊？有没有奇怪？Hello， 欢迎你们来我的寒舍直播寒舍。好的，刚刚太卡了，所以现在呢重新又登录了一遍，然后呢我要重新放一下音乐，你们就都嘛得等我一下好不好，给我一点点时间，所有的都要重新开始，不要再提刚刚了，现在完美就 OK 了。 OK， 你们只要告诉我现在 OK 吗？你们打个 OK 我就 OK 了。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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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非常好，我太累了，我太辛苦了。为什么它就会变色呢？怎么那么奇怪的 ？Oh my god！ 哦，我这个还没有连接这个蓝牙，等一下哦。我的，你们的音乐还没有连接好，请稍等。一会儿就回来。哎，哦，关机了。正常，非常好。你们能听到这个音乐吗？能听到我说话的音量吗？声音怎样？谢谢大家的等候。我在香港啊，能听到音乐吗？一点啊！我在这里再说一遍，重复，重复，再重复，好累啊！哎，这个色怎么会变？然后啊、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先要公布一下那个五个得奖的号，然后我刚刚已经公布了，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在我直播的最后五分钟，五到三分钟吧。然后我会告诉大家啊，再来一次抽奖，然后我会倒数，然后大家就一起进来，这个送一个小礼物给大家，送几个小礼物，然后小礼物呢我刚刚已经公布过了，然后现在可以再公布一遍，就是这个我之前有，如果有留意我微博的话，我有拍照，这个是我穿的衣服，对，然后衣服呢送给大家，送给你们，全部都送给你们，对了，没错了。然后除了这个我穿过的跟我同款的衣服，但不是我穿完之后的衣服， OK， 是全新的，就跟我同款的衣服会送给你们之外，看看大家如果你们的热情，你们的热度能够感染我的话，我可以
再加码，看看送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给你，或者是我这一件衣服也可以。哦，这件衣服啊，有没有留意我的微博？昨天我也有 po， 觉得怎么样？我很喜欢这件衣服，因为它，你知道吗？就是我就喜欢宽松一点。你身材非常好的小姐姐的话，你可以这两个你可以打结，你知道吗？就这样打结，然后扣起来就可以露腰、露脐、露什么都可以，就非常的百搭。然后我平时呢，就是说，音乐声音有点大，对不对？好的，立马改进。哎呀，看看哦哦，第二首歌了。第二首歌了，因为刚刚放的有点太近了，所以觉得音量有点大，对不对？我都快要变成吼的了，河东狮吼的感觉啊啊！我刚刚说到哪里了啊？就是刚刚就是直播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抽出了五位幸运儿，然后呢也告诉大家了。声控告诉大家了，加了什么微信，然后去领取你们的奖品。对了，不要再说我是有点港式了，我只不过不是一个北方音而已，我是非常不港式的。OK， OK 啊，回归我们的话题啊，我想说什么？我想说啊，最近有很多人都是会 comment 我，就是说。人家粉丝啊，有些朋友啊，然后留意我的照片的，包括媒体，他们也会拿来做新闻。那我们从一个 positive 正面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 ，OK？ 我们不要觉得人家是大惊小怪、小题大做，就是也有一些很 negative 的留言我看到，但是我就把它抛掉，因为就是要保持一个乐观心态嘛。因为我怎么可能去整容，我怎么可能去干嘛干嘛，对不对？我每天都在工作，这是开玩笑吗？当然会有一点情绪的波动，但听完之后看完之后就拜拜，就这样子。所以呢，我在这里想要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令到自己穿什么衣服令到自己会瘦，更显瘦之余，人家就会觉得哇，这个是变化，就是一个百变的，你知道吗？就是不只是长发，或者是只是可爱，不是只是一个酷那样子。像我不是一种，我不是那种瘦到那个怎么说呢？怎么去形容呢？就是跟柴一样的那种，你知道吗？那种身材，我还是选过港姐嘛。大家去看我选2011年选香港小姐的一些片段，大家都知道我不属于一些平板的身材，所以穿衣服的时候可能会某个角度看起来会比较圆润，或者是丰满，或者怎么样。因为我拍摄的角度也是，从我入行开始。人家会觉得啊，你为什么包包脸啊？因为人家的角度，那个鸡的位置就放在下面。那你低潮，你自拍的时候，你也会知道，你把 camera 放在上面的时候，脸会尖一点；你把 camera 放在下面，就脸就圆了。这是基本常识。Come on， 不要说什么整容。对，然后穿衣服也是，我虽然为什么剧里面会看起来是啊，好像没有那么瘦。那是戏服，我是在扮演别人的角色，但在戏外面我就是在扮演我自己朱晨琳。 OK， 我就是我，所以我每次穿衣服打扮我都有自己的风格，然后也会跟着自己的心情去换一些搭配。那我自己我相信每个小姐姐都是很聪明，她们都会知道自己哪一部分是比较可能比较丰满，或者哪一部分是有点太瘦了。那怎么样才可以把那些不好的缺点遮起来，扬长避短呢？我们每个人都在去寻找这些事情，是不是？怎么样去搭配会令自己穿的舒适之余，而且出来的效果哇更惊人呢？像我现在这一件衣服这样，就是很宽松，就是很舒服，然后你也不需要去是坐在这里去收腰或者收腹啊。虽然我是也是真的裤子也很松 ，OK。就是会让你感觉很舒适的状态下跟你们聊天，我自己也很喜欢。
然后而且我选择衣服比如说这一件它有百变的，就跟人一样，你知道吗？就这里绑个结，就又变成另外一种风格，这样子，你知道吗？或者你把这个结塞进去，然后我今天穿的是高腰的，如果低腰一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腹肌，你的任何肌 ，OK， 那是比较自信小姐姐可以这样做。那所以说比如说你比较有线条的。丰满一点的女生就可能会比较让人家前凸后翘的感觉，就会有误会的感觉，就可能不要穿那么 tight 的衣服，就不要那么紧的衣服，因为你一紧你包在里面的话，一看一眼就看到你那个地方太凸了，然后如果你穿一些宽松的衣服反而会显得你很瘦一点，然后比如说你的腿很粗的，你又不要穿那些窄的铅笔裤啊，或者是就是那种直筒，你知道吗？不要穿那些，就穿一些比较宽的、宽大一点牛仔裤，或者是运动裤也好，这样才会显得瘦一点。所以说，在搭配方面，我还是蛮有个人的想法的。因为每次我比如说出席活动啊，然后比如说颁奖典礼啊、event 啊，或者是一些品牌的活动的时候，我都会跟我的 styling 去沟通，那我们这次可以怎么样去做衣服啊，然后怎么样去搭配啊，对，然后所以我也希望我可以把这些 message 带给大家，希望喜欢我的小姐姐们也可以去体验我拍照的那种感觉，穿着我的衣服就会特别自信，因为你们可以扬长避短，你们像我那么胖的人根本不用担心，因为我已经帮你们选好了，你们记得在最后直播的时候会抽一件这个衣服，我之前有拍过照的衣服 OK。 然后呢，现在谁给我拍照的基本上都是我自己操刀的，其实呢拍照很简单，就跟我现在录直播一样，我两个手都是空在这里的，现在很多东西都是很简单的。那当然我也有其他的朋友，有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很空啊，也可以赶间接的时候赶中在顶高有空的时候帮我拍拍照的，当然你不可能每天都是去麻烦别人，对不对？因为女生嘛很爱美嘛，像我比如说我每天都在拍戏，我每天都在做别人的时候，难得有一些私底下空闲的时候可以穿自己做自己的时候，我就希望多拍一些照来留念，然后放出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样。什么时候抽奖？就是在我直播结束的前3分钟吧，我会抽出幸运儿，但是我不知道我会直播多久 ，OK？ Maybe 一个晚上我都在直播。哦，好像七夕节快到了，对不对？哎，正好了，我今天送这个礼物呢，非常。这里如果直播间里面有男生的也好，女生的更好。男生可以送给你的女朋友啊 ，Why not？ 对不对？每个人都希望我身边的女朋友站出来是哇，人家眼前亮的，非常漂亮的。然后女生也非常喜欢，就衣柜里面永远都是缺件衣服就对了，因为我就是这样子的人，买买买买买，永远都是这样子。今天我就会送给你们 ，OK？ 送。然后微博开头的时候，直播开头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说了，五个得奖者，因为之前你们在我的微博转发、点赞、留言，然后所以你们被抽中了，然后这个已经。OK， 已经抽中了五位，然后之后呢，我们会在结尾的时候再抽三位，这是其中一件衣服。OK， 我现在又想再送出我现在身穿的这一件衣服，因为我觉得很百搭。真的说到这个七夕节，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适合这个粉紫色吧，粉紫色的衣服。OK， 粉紫色的衣服配给你粉粉的爱
心，然后有个美美的七夕节，女生也可以购买，男生也可以购买，送给你的女朋友，没有问题。我不知道我这个衣服男生能不能穿，因为够宽松，也许 maybe。如果你们抽到的话，男生你们想没身边没有人去送的话，你们穿完之后拍个照给我看一下。在哪里买？在哪里买？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也许我之后如果大家的反应非常好的话，我可以建立我一个自己的群，微信群或者什么群，然后欢迎大家进来，然后大家来购买，这样子会比较方便一点。如果你们的反应比较好，如果没有反应的话，那我就不去做这件事情了，因为我也很忙 ,OK? 就你懂的。我现在真的一点都不卡，为什么呢？我太开心了，我好开心。笑死你了，为什么？铁粉优先，铁粉优先，刚刚已经抽了一波铁粉。哎呀，刚刚那个字我没有看到 ，miss 掉了。为什么这么开心？对啊，你们为什么这么开心？笑死你们了，为什么？哎呀，那么好笑啊！啊，你知道刚刚前半个小时卡到，我都不知道我卡了，只是你们告诉我，因为我这边是完全是非常的流通的、畅顺的，然后我就一个人在这边就说相声一样啊，而且没有搭档的啊，自言自语，非常的不过瘾。哦，对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七夕节呢，男女朋友之间呢可以说一下比较甜蜜的话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呢，很多时候你会到了最后的某一刻，你才会觉悟啊，我早知当初我应该要说一些话，让他知道我心里面的感受，或者你要表白或者怎么样的都可以，就不要令自己后悔吧，把握任何机会 ，OK。然后你可以送礼物，你可以，那你送礼物之前你要发信息或者写一张贺卡都可以嘛，对不对？给你们一个小 paper。男士们学起来了，如果 OK， 如果我是男生的话，我也希望我可以在七夕啊或者情人节啊任何一个节日里面，让我的女朋友非常的开心。如果我要追求这个女生的话，那当然也要需要花一点心思嘛，对不对 ？OK， 人靠衣装，美靠保养，没有在打广告，这是事实。啊，我说几句，你们可以抄下来的啊一些话吧，好不好？就比如说，我一生都在爱你。因为花这么久时间我才找到你。哇，我觉得我看到这个这条信息的话，如果我先发给我，然后就觉得哇，非常的浪漫，花一生的时间去找你，因为我那么爱你，你懂吗？就像有些人很喜欢一些奢侈品，比如说之前的一套电视剧非常火，我那么爱这个包包，为什么？因为我花了一生的钱去买这个包包。同样的道理，那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感情是更实在的，对不对？没有男朋友没有关系，肯定会有人跟你表白，只是没有到这个时机而已。OK， 包治百病没错，但是你要有一定的基础。不要追求那么奢侈的东西，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生里面还是要多一些爱吧，因为奢侈的东西只是说身外之物，你走了你也带不走，但是你爱关怀你还是会放在心里面的嘛，很多时候。但是到某一个 timing 的时候，在某一个 moment 的时候，你可以说出来，大胆的说出来，这是第一句。 OK， 我一直都在爱你，因为我花了一生的时间来追寻你，这是送给我的礼物吗？这个是棒棒糖，谢谢。然后想要听英文版吗？有英文版的，你们想要写英文版还是中文版？ cap 了很多图吗？你要 cap 我漂亮一点的图好不好？不要我一些歪嘴或者是在说话的图，我还是个女明星。因为很多时候啊，我发现就是特别坏的一些人，就是
他们其实每个人说话都会动嘛，对不对？不可能你说话都是一个表情，那是僵掉了或者才会是一个表情。然后有些心地不太善良的人就喜欢把我那种表情然后 cap 下来，也不是 cap 下来，就拍完照之后就是当新闻发出来，我就觉得可以对我好一点，这样子我也会开心一点。你们这样子放照片，你们看了也会开心一点，对不对？没有人希望看到这样很丑的照片。OK， 我现在分享第二句。每一次见到你，我都会重新爱上你。哇，这是每天都在恋爱的感觉吗？好了，谢谢你没有乱拍过我的照片。每一次看到你，我就感觉重新会爱上你。哇，这是。Every time I see you fall in love all over again, you know? 对，就是这句话值得思考，有诗意吗？还是怎么样？虽然是挺浪漫，但是我如果说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哎，你是不是之前有失过忆？对，所以痴呆傻了吗？你是？哎，我在香港，我当然在香港 ，OK。然后第三句，真希望和你一起经历世间的所有。就其实我觉得吧，这句话也是非常朴实的，也走心的一句话。为啥呢？因为你想看，你跟他经历所有一切，那就说明你要陪他到老，对不对？白头偕老，一样的道理。那我觉得。两夫妻之间说这句话也非常合情合理，我也会很接受。而且这句话发出来，然后我也思考，我觉得哦，天哪，他想跟我白头到老，都也很 sweet 的。然后第四句，哦，如果能有来生，我会尽快找到你。哇，这句话。不光是跟爱人说吧，跟家人说也非常的适合啊，让我想到了我之前的家人。If I had my life to live again, I'd find you sooner。好感动啊，这句话好感动，非常感动。就对啊。就是这句话适合任何节日发你的亲人，你的女朋友男朋友或者你的小朋友都非常适合。哇，突然间好感人啊，突然间好感人， Oh my god。 我闭上眼睛真的就不要再 cap 啦。有了你，这人间便有了天堂。很 sweet 的这句话。然后还有，在茫茫人海中，我的目光始终可以寻找到你。就前面可能，千千万万的人群中。你只要站在人堆里面，或者是在哪里，我都能找到你，都能越过这些人跟你在一起。哇，这也很浪漫，这句话。喜欢这一句吗？哎，好久不见了。对，求婚才会说，因为这句话真的是很感染，感染力很强。
要再想，那个电话是家里面的电话呀，是收音收的那么好吗？那我说话会不会太大声了？因为我觉得那个电话声在里面就是蛮小声的，还。脸为什么啊？油油的感觉，是这个光线的问题啊？我就觉得这光线是不是有点问题？现在有没有好一点？我离远一点啊。这样子呢？这样子会是不是好一点了？把灯调暗一点了。哦，看一下你们的留言。OK OK， 大家等一下啊，我把这个复制下来，因为我觉得我说出来可能不一定，大家不一定能够明白。我想一下啊，复制 OK， 复制，然后我要写一个版给大家，写一个版 OK。贴上。哎，我怎么可以？我怎么把这个字放大一点呢？有没有画板？我看一下有没有画板。画画的，画画的好像没有哎。这个难倒我了，因为我刚刚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微信的号码，就是提醒大家得奖者可以加这个微信，但是现在都没有人加进来，可能你们没有清楚的了解到底是什么回事，或者是账号怎么样。我现在想把它画下来，但是我不会，不好意思啊。我这样子真的不会弄哎，等宽是什么意思？发现啊，自从开这个 live 之后，我要学很多的技能，我每天都在学习，我真的无时无刻。我就希望可以大家能够得到这个福利，你懂吗？我不希望大家错过，所以呢，我尽量的让这件事情可以完美一点。好，我这样子，我切个图，我看看。希望大家可以真正的去拿到我这个奖品 OK， 我不希望只是说说，然后我关了直播大家就没了这件事，所以我要 OK， 差不多完成，完成。好，等一下，为什么完成不了的那么奇怪，这手机有点怪怪的哦。此相片无法编辑，要制作副本然后编辑 OK 不好意思耽误大家时间，看我久一点哦。还是不行 OK anyway 大家看一下，哎，你们能看到吗？这个是你们要加的微信群，反正 Oh my god，
那我，怎么样可以让他不烦呢？这是在考验我吗？啊，我头都晕了。啊，应该是怎么弄呢？怎么样可以不烦呢？OK， 搞定。好了，刚刚直播开头的时候说一些得奖者 ，OK， 有五个幸运儿，幸运的宝宝得抽中了奖。然后呢，这个是你们要添加的微信。有没有看到？有没有？OK， 我尽力了，我已经尽力了。对对对对对，谢谢你们分享出去。Oh my god， 因为我也不能打字在这里，然后我说，因为它有英文，然后我怕大家听得不清楚或者怎么样，为什么要这么麻烦？人生就是这么麻烦，充满着麻烦让你去解决，然后你冲破每一道墙那就对了。好凉爽啊，我都快热死了。我跟告诉你们，因为我在室外。今天如果直播间的反应非常好的话，那我就开一个微信，大家可以加进来。加进来了之后呢，大家可以买到我衣服的同款，非常棒。然后在直播之，我刚刚有说过，我之前拍了照片是跟我的同款，这个我今天晚上就会把它送出去，这一款。然后加印我身上的这一款百变 T 恤也会送出去，这些是之后再会抽奖的 ，OK。然后我也想知道，就做一个市场调查，大家比较偏向于穿什么样的系列，怎么样的衣服呢？比如说 T 恤。或者是比较有型的，比较运动的，比较仙女的，或者是黑色黑暗系的。大码，我这些 T 恤像我这么样的人都可以穿得下，你觉得可以？没问题。等待你等一下抽奖的时候一起来递这个奖 ，OK？ 连衣裙啊，连衣裙是比较方便啊。我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视剧，那个马思磊，他不是喜欢穿一些连身的那种嘛？就喜欢穿连身的，比较紧身的连衣裙呢，还是马思磊后期穿那种比较像这种比较宽松的那种衣服呢？是哪一种类型的？男生没有问题啊，你也可以提出啊，说不定哪天我要穿着男装，因为现在其实男女装都是混搭的。我相信我这一件男生也可以穿吧，虽然我没有找男模特去拍。那
那如果抽到奖的是男生的话，你们也可以穿了这个衣服试一下，然后拍个照回馈给我，让我看看哦，原来男生也可以穿的那么帅，那么有型。比较瘦，很多衣服都比较瘦，很多衣服都不适合，没有吧？比较瘦才会很多衣服都能穿吧，也不需要担心要去遮掩一些什么地方啊。对啊，何广沛做模特对吗？那你们要去他那边留言给他，让他就你们积极一点，让他看到才行。穿什么呢？你们喜欢穿什么呢？晚上好啊，二乘二。你会努力中奖的，加油加油加油！微微胖的女生，那不就是我这种吗？没有问题啊，我穿的所有衣服都很适合你 ，No worry，OK、okay。我觉得啊，真的是，就你别说，这个人靠衣装，就美还是需要靠保养的。就比如说，你看很多明星，他们都是很努力的去保养自己。就所谓的保养，就比如说，你除了护肤之外，你整个 body 的 shape。你的架子你也需要怎么样去保养它，比如说你定期的要做，因为我自己我之前是跳芭蕾的嘛，所以我也会在家里面一有时间也会真的是去练一下功，会拉一下筋，最简单最不容易让自己受伤的一些动作去做一下，或者做一下俯卧撑、掌上压，就是这些去保养你的身体的线条，这也是一种保养。就除了美肤之外 ，OK， 就比如说男生，就我觉得保养真的是很重要，因为男生，有些人 ，for example， 就是你买了跑车，你跑车你不需要保养吗？你下来开完之后，你肯定要保养。比如说你女生，你买了一双很昂贵的高跟鞋，你不需要保养吗？你穿完之后。我买了一双很昂贵的高跟鞋，我回家我也得把它刷刷擦擦那个鞋底啊，对不对？再放进柜子里面，这种保养你懂吗？而不是说那种说一些正面的吧，不要把保养去换成另外的贬义词 ，OK？而且我今天还在看那个乘风破浪，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今天的这一集就一路都在追嘛，然后我看到吴昕姐姐她不管说什么我都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她是很努力的一个小姐姐，而且很低调，以前看快本的时候就很可爱啊，然后根本就不知道原来他有这么一面，然后而且这么拼，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去努力的学习，而且他两边跑，他这边录影那边要排练，我觉得非常，哎呀，我看到他我就泪流满面，他一说话我就哇真的，但是深有体会，因为我也是。觉得自己也是平时不太爱说话，也不是说特别哇那样子的女生，然后也有可能有的时候会因为语言的关系，然后比较让自己怎么说呢，多听，就不太喜欢去发表意见或怎么样，所以我很欣赏吴昕姐姐，就不管赛果之后会怎么样，但是我看她努力，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对。哎呀，又想哭了，真的是。然后还有一个阿朵，我也非常喜欢，就是她每次她的气质，她不做作，
而且她为人处事，她各方面她都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姐姐。如果啊，如果我参加《乘风破浪》，我能够见到这样子的一个姐姐的话，我整个心肯定很定。她永远都是在为队员着想，而且她自己的实力非常强，是不是？你说她那个唱功，现场 live 跳的，还想整个身体就是 design 自己的衣服服装，怎么样去搭配这首歌，应该怎么样去调节，然后她那些动作，对不对？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很值得学习的一个好榜样。我喜欢宁静姐姐啊，大家都很喜欢她。看到我的广告在哪里？因为我在我不在那个屋子里面，所以我没有看电视。什么广告啊？上什么广告？枕头、床垫，哦，床垫，床的那个广告对吧？真的 respect， 每一个姐姐我都很喜欢，而且她们的精神真的很厉害。我相信他们也深有体会吧，就经过那么短短的时间内也可以磨练出哇自己意想不到，谢谢送一个 love 给我，自己意想不到的潜能在那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旅程，我觉得哇我也很渴望有这样的机会，真的。因为是一个就是速成班嘛，急速让你成长，逼着让你去，当然大家的氛围会让你，就是因为大家都很好，所以会让你更想好，不会让你去没落下去，都是一样的。你还想买一块什么东西啊？早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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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好，早安，这个人一直在提 Yumiko 之前跟我合作过啊，你还记得吗？你们有看他跟我的电视剧吗？他是做我的嫂子，对对对对对，然后啊非常的，我觉得他很棒，因为他扭到脚了，我作为一个舞者我知道扭到脚那种痛，然后你还要坚持上场，然后他每一次都他自己知道自己的长处，你知道吗？他就是一个模特的 figure， 就高高瘦瘦，然后就是特别有范儿，一下出了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我很喜欢他的。然后他现在可以走到决赛，我也很替他开心。对，等你回来吃啊。毕竟做演过我的嫂子嘛，对不对？虽然没有嫁成功，我替他开心啊。我之前听就是一些幕后朋友说，我们法政先锋的大结局还是维持在第一名哦，但是第二名大家知道是什么吗？第二名的大结局收视最高的第二名是大酱园，两套都是我的 ，OK， 都是我。大家好，我叫舒成宇，请记得我的全名。请记得我的样子，不要认错我了，不要以为我是谁谁谁谁谁。OK， 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任何平台，或是多点去了解我，因为之前我也是那种，因为我跳舞的嘛，不太喜欢去说话，不太喜欢用语言来表达，也不懂怎么去表达，所以很多时候就默默无闻。然后我都已经快，现在今年第九年了吧，其实也算是入行一段时间了，我就觉得好像
不是那么多人认识我，每次放上网的一些东西都说啊你像谁谁谁谁谁，有一点点不开心，也不能说全部不开心，因为毕竟不是那么多人真的认识我，然后所以这些事情也纵使我要更加努力，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多方面，就比如说你来看我的直播，或者是你从微博上认识我，或者是你从我的电视剧作品，当然最好是能从电视剧作品上认识我，因为作品是能够帮你说话的，就是实打实稳的那种感觉，就像万茜姐姐一样。OK， 那当然我也会就是自己在进步嘛。谢谢你们的支持，当然也要谢谢大家的支持，因为一路以来我看到很多很多的我的铁粉，他们一直都在很努力的给我，比如说我这微博上面或者是哪个各大平台上面没有什么人留言，没有什么人关注，他们也依然会给我留言，给我一些很安慰的鼓励跟支持，我在这里我很感谢你们。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我在异地没有太多朋友去跟你分享，或者你去跟别人分享一些你挫败的经验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每当每每看到这些留言的时候，我就心里特别舒服，而且我就会觉得我会更加努力，因为有人看着我，不是没有人看我，我要为我这一班的朋友粉丝网友看着我的那些人更加努力去展现更好的作品给你们，我不希望令你们失望，你懂吗？就是很多时候入行刚开始的时候我会为我自己争一口气，我希望做得更好，是吧？但是我现在因为也有累积，我看到你们一直在支持我，我就希望，我更希望是为了你们去做好一件事情。也不要说累吧，就其实谁干活不累啊，只要干活都累，但是我觉得我干完之后有人看到，有人明白，有人懂，我这个已经是很大的安慰了。所以很谢谢你们啊，真的很感激。老在问我在哪里呢？你这个用户连照片都没有的呀？为什么有些用户连照片都没有的？我想知道在这上面看直播的用户是哪里的用户？是微博上面的用户吗？这是开摩托车来看我的一个，还是送我摩托车？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好多人都没有不是好多人，就是十个里面大概0.5个人是没有头像的，为什么没有头像？谢谢你送个心给我，这可是我的铁粉哦。哎，现在真的网络非常好，哎 ，Oh my god， 我好开心哦！我跟你们说，我的开心是源自于网络终于恢复正常了，你知道吗？而不是我得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没有在一直播。我现在好的，刚刚有我的铁粉告诉我，应该大家都有看到，因为你们没有头像的宝宝们，你们没有更新一直播，所以就没有头像。OK， 我明白了，不知道你们明白没有？有头像会比较好吧，这样就比较能认出来。铁粉，
这铁粉还挺多的，我挺感恩的，就是你们不停的在这里跟我聊天，我就觉得我今天也是一口水都还没有喝，连饭都还没吃。还有小号啊，你们可厉害了，你们小号，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我抽奖，你们大号小号都抽到，人就有两件衣服了嘛，你挺会玩的嘛。哎啊、OK， 我现在在说一件事情，因为我刚刚我觉得网络非常好，我觉得挺开心的。等一下，我再抽一个我刚刚之前有穿过的裙子 ，OK？ 哎呀，裙子要这样折起来 ，OK？ 我之前那张照片上有拍的那一条裙子，跟那件白色衣服。一起拍的那条裙子，我今天也抽了它 ，OK？ 你们能够得奖的话，就非常完美了。所以你们有大号小号的话，可以一起抽，然后抽完之后就可以配套了。你穿出去绝对是焦点，你不这样穿，你出去也是焦点，因为我已经看到你的留言了，非常好。上班是可以穿，我觉得还是挺 lady 的。还没抽呢，你怎么知道没有那个抽不中奖呢？还没开始抽呢，对不对？你要对自己保有希望。我小时候也是没有什么抽奖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是考100分就可以抽一次奖，然后奖品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可以抽奖就对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拼命的读书，然后终于中了个100分那样子，然后就去抽奖。然后我跟我的表哥，他就中了2个100分，因为我另外一个是90几分，没有中到100 ，OK。然后他就中了2个100分，然后他又抽中了一杯可乐。然后我那个100分呢，什么奖都没抽到，这才叫没有抽奖运嘛，是不是？然后很开心的是，我的表哥把一半的可乐分给我了。You never know， 还没有抽，你不知道，对不对？但也有可能，因为那一次就是没有抽到奖的原因，所以就纵着自己就觉得我不甘心啊！为什么我那么努力，我得了分，但是我没有抽到奖？所以每次我不是因为要得分才去得分的，我是因为要抽奖。我是因为想要抽到奖，所以我才努力读书，想要去拿100分的。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目标才会冲刺的力量吧。就如果你没有一个跟自己设定一个目标的话，你很难去啊。我为了考100分，我要考100分。当然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但是每个人的目标不一样。我的目标更远一点，我希望中奖。学料不要紧，你能赚钱养家行。我是觉得好像这个光又是不是啊？又变了啊？是不是我的镜头的问题？我的镜头因为啊，我知道了，我的手机上面的那个保护膜之前摔坏了好多次，然后我一直都没有换，就其实它有很多个裂痕在这里，所以我它有点怪怪的，真的不好意思啊，下次有机会买个保护膜再换一换。对，手机响了，没有人接，不是我电话。光环爱好啊！哇，谢谢大阪的朋友。哎，哦，你在大阪看啊？哦，太厉害了！大阪是不是有时差的呀？那么想抽奖啊？那你是想不想看我了？是不是想抽奖了？是吗？对嘛，肯定有同道中人的，因为想要奖励，所以才努力读书。哪有小朋友真的是那么努力想要拿100分？当然，如果能拿100分的话，也是很高兴的。但是，
当你有另外一些让你再有更多一点动力的时候，你也会去选择，啊，太贪心了，又想看又想抽。我看看啊，我看看啊，哇，哎呀，有个蚊子。你知道蚊子咬你，你是非常生气的，对不对？但是更生气的是什么呢？更生气的是你想去抓它，你想去拍它，没拍着，你抓不住，你这是非常恼火的，比你被咬了还恼火，这个晚上就要去找蚊子了。哎，完蛋了，我是，人家是蚊子绝缘体，我是蚊子快来吸吸吸。哎，我是，哎，真的，那些吸血鬼非常喜欢。我每到一个比如说拍古装或者任何戏的时候，去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反正不是市区嘛，就只要有树林或者有草的地方，我要站上去，天哪，那个蚊子就我怎么喷都没有用，哎，在前面飞。我不选择杀它了，由着它飞走吧，把它给泼走了，不要再来咬我就好了。反正你都已经吸了，应该饱了吧，应该不会，那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来咬我吧。哎，这花露水真的很好用，我小时候每天我妈都会给我，哎，有一些回忆。就是你就有没有试过在浴缸里面，小的时候在浴缸里面撒一点花露水泡泡澡什么的，非常好嘛，对不对？现在都没有了，试过吧，而且又清香，我特别喜欢花露水的味道。同款童年。我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会不会也会泡花露水了，但是对我的童年是那样子的。那个时候哪来喷，那个时候那个花露水是滴的，好不好，那样要用力那样洒出来的。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之前在那个回苏州的时候，夏天嘛，然后我妈喜欢在地上撒一些花露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忘记是驱蚊还是让房间比较凉快一点，还是比较香一点，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妈就会有一系列这样的举动。很多时候我发现就是大人就是我们的影子，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啊怎么会这样子，不可理喻，但是当你长大的时候，比如说当你有了小孩或者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去用一些大人曾经你觉得很不可理喻的一些动作去做一些你觉得 OK 现在又接受了的事情。好了好了，我觉得我的直播也差不多了，我现在要开始抽奖了，抽奖了， Oh my god。 要抽奖了，姐妹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了吗？我现在 OK， 现在抽的是这一件猪猪的同款，这件白色的，我老，就反正挺 lady 的一个衫。然后我现在说倒数三二一 OK， 然后你们就留言，我们会截屏。OK， 猪猪同款这个白色的，三二一，开始。好了好了好了，哇，塌了，激动的已经塌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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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现在它
是不停的在往下塌，有点吓人啊。OK， 现在要抽第二件，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铜板。OK， 三二一，开始。Oh my god， 这个真的是塌了，为什么它塌方呢？哦，好啦，刚刚加码了一件，加码的一条同款裙子。OK， 同款黑裙，三二一。同款黑裙，好啦，抽中的宝宝们记得去加这个微信 ，OK？ 我们会公布这个答案的。等一下，我一直在扶着这个，这个是崩塌了吗？哎呀，累死我了。有没有人来帮帮我啊？喂，哎呦，为什么它会突然掉下来啊？为什么它这个……哎，又可以抽中第一件的，我不知道你还在不在 ？OK， 叫炸总，炸总。第二位幸运儿叫张艺潇，哈哈哈，张艺潇，哈哈哈。第三位，哇，为什么都这么难的名字？叫童宝。CUENBLL023028VR， 好长的名字啊，童宝 ，OK， 童宝就叫你童宝吧，有没有？好，贾总、张艺潇，哈哈哈，和童宝，你们三个呢就中了第一件同款。衣服，然后第二件我这个粉紫色的 T 恤也有啊，得奖名单出现了，第一位是听说一只小卫星，恭喜你中奖哦，听说一只小卫星。哎，贾总你又中奖了，第二位贾总又中奖了，这个贾总何方神圣，你是第三位是生于农夏，生于农夏 ，OK， 生于农夏，第三位，你们抽中了我这一件 T 恤。然后第啊、那条白啊不。那个黑色的长裙呢，第一位中奖的是忧伤的社破者，忧伤的社破者是这样读吗？
然后第二位是我的铁粉，薇啊救命啊，薇啊救命啊，恭喜你啊，薇啊救命啊，你中奖了，我的黑色长裙。然后第三位是懵懂小听，懵懂小听，对啦，就是你呀，懵懂小听，你抽中了我黑色的长裙啦，恭喜你。恭喜你们中奖的宝宝们，总共有8个人，对，8个人中奖了，其中一个中了2次，就是杂种，你非常幸运。然后我的妹妹在直播间问我为什么没有中奖，你下次一定要请早哦。这个中奖东西真的是没办法，就是我一说完的话音一落就要出现在上面的这个事情，你懂吗？你懂我的，不要怪我 ，OK？ 我们下一次还会再来抽奖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们会有更多的单品来抽给你们。之后呢，我会比如说每次发照片或者是发视频或者发直播，那希望你们多多留言啊、转发啊、点赞啊这一些东西。如果你没有做足的话，那当然会少不了你们的礼物。OK， 放心放心，我们说到做到的。所以 no worry， 只要你们关注我的微博，去点赞、转发、再留言。那一定可以中奖的，下一个就是你 ，OK。好的，好的。那大家可以看电视，看电视，再翻看我的直播，翻看我的直播，然后看看我之前我说要得奖了之后要加的一个微信，我现在给大家看一次那个微信号码，好不好？怕大家忘记 ，OK， 特地为你们而制的，然后，好，这是得奖的宝宝们可以加这个微信，然后要注明你得了什么奖 ，OK， 要不然的话太多人加进来就不太好了，我们弄不过来。所以呢，在这里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也希望都背到了，那么厉害，果然是学霸呀！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那希望我可以尽快再跟你们开直播，送你们更多的礼物，然后我可以拍多点照片给大家吧，然后希望你们可以踊跃来参与，踊跃来留言、转发、点赞。然后等我可以送多一点礼物给大家 ，OK 吗？然后你们很踊跃的时候，我就可以开一个群，让你们可以来买到我的单品，然后买到我的同款，可以穿到好像我这样，本来是胖胖的，但是可以穿到很瘦的样子。OK， 记得人靠衣装。好啦，就今天聊到这里啦，拜拜啦，下次见啦。哦，还没有播歌，对不对？啊，不好意思啊，忘记了，这流程怎么可以忘记呢？来来来来，来一首什么歌？自己都忘记了。是不是这首？是不是这首歌？我不确定哎。我喜欢这个版本的。我还是喜欢咱们春晚的那个版本。
这是什么歌？走去走进西藏了，不好意思啊。哎，在这里。应该是这个版本，对了。熟悉的声音。对啦。之前公布的得奖的宝宝们们，你们可以通过微信号码来加我。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天涯你还见。微信号码的宝宝，你们可以再看一下我的直播回放，然后我有收很多次，对，然后知道那个讲微信号的宝宝也可以在这里再多发几次，让大家都知道，然后你们可以加这个微信号来拿到你的奖励哦。掉了，真是太难了，为什么他总是要向我低头？预祝大家七夕节快乐 ，OK。